什么感想？今天是今年。Lazy Sunday mornings, hiding under covers. I don't mind staying in with you. Play a fit. 早上好，今天呢是大年二十九，农历阳历今天是几号？一月十九号，还有两天就是新年，然后就想记录一下今年这个年我在温州是怎么过的。首先先化个妆，然后我不能带我的美瞳，因为我两周后要去做眼睛的检查，然后看一下可不可以做激光手术。化好妆啦，然后换个衣服，今天晚上要店里员工聚餐，所以直接穿打扮好的衣服出门，饿饿体体。With you, I never feel alone. Hi, 妈妈，有什么感想？今天是今年最后一天开业，非常开心，是吧？明年怎么说？明年我要休息，我要放假，我要放假四天。你没吃什么，明明？我有一块那个屁股切的，好点了。吃屁股了？还要吃面吗？不吃面。我一点钟好像要到龙湾区那个卡丁车的地方，我开车过去吗？可以啊，可以。好像很远的样子。啊，有点。开过去四十分钟。日常拆包裹。来吧，我感觉还是有点斯文的。过来，小张，过来点。溜溜溜溜溜，我的妈妈。哇哦 ，M 这个有一点点和牛的成分在里头。我觉得这个有跟西北牛有点口感有点像的啊。Oh my god， 这辆车好大，我好怕怕。把小料拿在我们的手上，我即将发射了。完成之后的宝贝们，如果感觉体验还可以的话，可以再次去前台，我们重新出发。我是要问哪位啊？十七场。我家的狗不太理我，现在什么声音呢？拒绝喝水，拒绝喝水，走。对，这是我们梅教授。
这是我们凯文老师。小巴菜，小巴菜，控制。给你录个视频。自我介绍一下吗？嗯。鄙人，湖北重庆啊，不，重庆人啊。今年。一会儿要放的鞭炮。你在贴什么呢，妈妈？春节放假通知。你好像很开心。嗯。大哥，你在这，大哥，见面吃会不会打架？打呗！新年快乐！上面那个是搞不来。哪有事？大门吗？大门，我出来。现在到酒店要吃过年饭。我们的下半场。喝醉了，喝醉了，也是不是？喝醉了以后是不是脸特别大？没有，很漂亮。30，我们吃烤鱼。我觉得也。哎，你加了什么蔬菜？就加土豆啊。土豆是它本来就有的嘛，你别乱说。然后准备去健身了。去健身房之前，我要去菜场买个小米椒，因为我妈今天他们要烧过年餐。出发，全程5.5公里，大约需要16分钟。哎，你现在是不是在菜场那个我们店门口？我在年糕门口。起来，然后把酱油弄上去以后。采购完毕，健身然后回家吃饭。现在几点？53分，超级准时。Hello， 来吧，来了。哦，这么好的吗？还剩还有3个红包。我录 vlog 不介意吧？没关系，没关系。这是我们工作室的那个叫什么传统，就是每年发红包。对，就是正月里大年三十。哎呦，够我喝奶茶不能喝。可以，偷偷的说一下。对，够你喝咖啡是可以的。那好吧，假装。Single thought
辣。是的，这样子感觉是不是很强烈？对，再跟腱要对，都是在回来正对好。我们现在下楼看一下我的年夜饭准备的怎么样啦，带你们看一下中国年是怎么过的。我妈已经穿得很红了，布丁跟着妈妈一起来了。来，妈妈带我们参观一下中国年是怎么过的吧。来来来来来，然后我们门上要贴一个符。哦，你也有话要说啊，布丁。嗯，这里。嗯。十个，这是中国的习俗，一定要十个高脚的碗。这意味着什么呢？十全十美。喝点5050红酒，然后还再喝点 sake。酒鬼妈妈，这里已经开始了，在做西班牙的肋排，在烤箱里吗？在烤箱里。然后这边嘛，要做一个东星斑，我要做一个龙虾，龙虾粉丝，准备那个温州的年糕。的冬天遛狗中，没有布丁姐姐很开心遛你啊。今天就是明天就是初一，中国所有地方都是关门，我们明天去看电影，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Good morning， 嗨布丁，准备一下新年第一天出门。I wanna say if I saw you at the coffee shop we went to every day.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but the wish just never came. So I'm never going back. You wouldn't be there anyway. Listen to some music after thinking way too long. I swear I'm not sure it, but I always hear the songs. You have
life a mess. Only seen you at your best. Ever since the day I left in life, I don't wanna keep you close. If I'm hurting you the most, I'll try taking my distance from you for some time. Cause I don't ever wanna be that guy. The things I'm feeling, can't say that it has no meaning. By now I should know the answer. It don't matter, but if it matters, then I won't say any more about it. I won't wait for the words to fall out my mouth. I'm gonna leave you alone.今天人真的超级多，芝士条，哦，好吃吗？啊，是，上面铺了炼乳，这个中国年就过到这里啦，下期见。